套劇琴晚播完，係啊係啊，你好似都收到唔同嘅聲音啊，其實哇好開心，即係勁多人俾 feedback 我哋啦，嘅平時都有嘅，但我唔係全部都轉發，但係琴晚我就盡量去睇曬所有嘅 comment 啦，好多都話好唔捨得。好中意，即係無論係套劇啊，定還是係唔捨得丁哥同彤彤都係啦。跟住勁多人係會at 啊 TVB， 即係各個平台咧同 TVB 講話，我要續集啊，或者我要番外篇啊。所以我哋咪去咗小學嘅，佢哋會覺得，哎呀，終於拍完咗，即係睇完套劇之後，有得睇下扮小學生都好開心啊。即係佢哋會希望可以再見到我同鎮朗合作咯。咁自己都覺得啊，有機會可以再合作嘅。但係琴晚睇你個 live， 見你都有兩種心情。其實拍劇嗰陣，你因為經歷咗一啲嘢，令到體驗嘅方式又唔同咗。哦，公公。阿公公走咗。係，其實啱啱開始，原先係三月拍噶嘛。咁嗰陣時，因為公公啱啱過身咧，其實我真係覺得，如果嗰陣時拍咧，我個狀態未必係可以演到彤彤嘅嗰個性格嗰樣嘢，因為始終你個內心係傷感嘅時候咧，你個樣子你會睇得到嘅，咁所以突然間話哦，我哋要可能有啲修改嘅劇本，然之後就褪咗期啦。冥冥中有安排嘅，今日有一個網友講話，可能因為公公知道你傷心，所以即係特登褪遲咗嗰套劇俾你去修復咗自己先拍。咁我睇到呢個 message 嘅時候咧，我好似而家咁樣，我會即刻飆淚，我覺得哇咁樣講又好似冥冥中所有嘢都安排好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套劇嘅成功係嚟自於timing 好啱啦，劇本對手都好啱啦，即係成個團隊大家一齊共同努力咯。你特別多謝佢啊，你自己。多謝佢保佑啦，係我都有間唔中會同佢傾偈啊，即係自己同佢傾偈啦，即係我會覺得我知道佢係好錫我嘅，咁我都知道佢會睇住我嘅，咁所以自己都。演個角色嘅時候，其實都放得好開咁樣去演嘅，係啊，咁出嚟效果好好，自己真係開心嘅。